些都好太多了，可是就是很麻烦，它长得不好看，而且非常有灯里落魄。我们家套了1000多吧，估计采收不会超过300，至少2/3会落光。套爽了，上面那个这么大力，它都照绕啊，必须照路啊。它不管你套几粒，它想落就一直落。试过各式各样，不管断水啦、肥料啦，什么都试过。拍得到吗？所以这个品种在市场上，像隔壁刚刚那个叔叔他们卖，他卖到最高1公斤，台北市场卖到330，漂亮好的，我家295。很好的品种，非常好吃。知道的人都会去买这种，可是市场上确实没什么农夫在种，几乎说可以很少很少。我们这边知道就只有3家在种，4家。哦，这个油油的，啊，这油油。啊，拍谁拍谁，没关系。我那边等下是给你洗。没关系，没有，我这乡下长大的无所谓。我们家的洗衣机不错。我们家的洗衣机不错。洗衣机？洗衣机啊。哦。那这都是高月爸爸的兴趣。嗯。多出去。狗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乖乖，多多乖乖。好了好了，不要骂他，多多乖乖，来。下雨了，在积雨了。哇，好美哦。这就是断掉的大蓝王，昨天断的。它就长这个样子。哇，好可惜哦，这么大力。没办法，它垂直上去没办法掉，它是往上长。哦，土壤枝。哎，算，没办法掉，它就会垂下来。留太多了啦，如果只留2颗呢？你留到4颗，它就不会断了吧？你不知道它到底会落到什么程度，它有多少你只能包多少。你剪剩1颗，它那颗落掉不就没了吗？是不是？嗯，对。我那边要，我们吃过了。哎。哎，你好。这是，哎，林老板。这是我妈妈，阿美好。要不要请阿姨拉近？因为它这个颜色其实渐层蛮漂亮的。很漂亮啊！它昨天全掉下来。昨天。它跑出去啊！什么家里面？哦，你为什么跑进去？它怎么进去的？它自己来去自如。它怎么能？它会开门呢、啊？对。这门是往外拉，不是往内推呢。它的鼻子很灵活。请坐，请坐。好厉害！啊，还有2只，3只哎，怎么？自己在后面吧，那边还有，其他的不见了，就只有看到这2只而已。啊，最小那一只哎。